当然我们可以有时间就去个大自然里面，我们除了个鞋啊在那些草地行走下这样呢就可以做到个接地气。但是城市人工作这么繁忙的时候呢，其实现在市面上呢已经是有一些接地气的产品呢，在我们的健康店呢已经一路呢有很多的客人呢就是买了回去家里呢，就每一天都可以接受到这个接地气的治疗了。接地气产品呢可以在我们六创意的健康店可以买到的了，联络电话是2882-4848。同类疗法是一种已经有250多年历史的医疗方法，属于全球第二大的医疗体系，有超过5亿人口采用。现在注册的同类疗法医生已经得到75个国家的政府认可行医资格。其实同类疗法一直都获得众多的知名人士拥护，美国150年来的11任总统，另外英国皇室数代成员自1830年开始一直有同类疗法医生照顾。英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在生查理斯王子的时候出现难产，全靠一剂同类疗剂星麻二百斯，王子才能够顺利地出世，否则就要剖腹产子了。同类疗法在世界各种医疗中属于最安全的医疗方法，非常之适合孕妇和婴儿使用。印度国父甘地称赞同类疗法是他认识的各种医疗之中疗效最高和最广泛的医疗方法。袁大明医生钻研和使用同类疗法40多年，现在破天荒地在网络世界和大家分享他的经验和心得，解开成功运用同类疗法的秘诀，详尽地介绍各种同类疗剂、疗剂的特性和应用范围，帮助大家自己找到适合自己的灵丹妙药。当然如果各位听众的问题是比较复杂，发觉自己处理不到，需要袁医生的帮助，亦都可以直接预约袁医生会诊的。大康自然健康中心的电话是25773798。现在就来听一听医生要为大家介绍哪只疗剂啦。好，跟住同大家介绍个疗剂，叫做海绵 Spongia Toaster， 英文叫 Roasted Sponge， 即系烘过嘅海绵。啊，学名叫做 Spongia Toaster， 我就咁叫做海绵。其实海绵嘅早期嘅应用咧，喺哈尼曼嘅时候咧，都系住爱嚟用嗰啲治疗嗰大颈泡嘅。啊，早期嘅。所謂煉金術嘅煉金師啦，即係早期嘅化學師啦。咁喺13世紀咧，都識得咧就用呢個海綿咧，呢、這個烘過嘅海綿嘅粉溝落啲奶度咧，係專門愛嚟醫呢啲大頸泡啊、甲狀腺嘅毛病嘅。咁但就最簡單嘅原因就是海綿本身咧係海產嘅咧嘅動物啦。咁佢咧就係會有含有碘質嘅，咁當然除咗碘咧，亦都有好多其他啲嘅物質嘅。好啦，咁海綿嘅適用嘅人嗰種體型咧、體質咧，通常咧係比較一啲藍眼睛啦、頭髮淺色嘅病人啦嚇。咁呢個就同碘有唔同嘅，碘咧係通常咧係適用一啲啡頭髮嗰啲啦。咁即係呢個講外國人嚟講啦，咁中國人當然就唔係咁去睇啦。咁佢適用嗰啲小朋友啦，皮膚比較白淨啲嘅啦，身體嘅肌肉組織比較鬆弛啦，同埋好多腺體嘅腫脹，或者女性都好啦，都係比較咧係肌肉組織比較鬆弛啲嘅人嘅呢種咁嘅體質體型嘅。咁呢個主要咧係一個呼吸嘅療劑嚇，第一應用嘅地方我諗係個呼吸嗰個療劑，最顯著嘅症狀醫療嘅地方咧。就是处理那些咳白日咳。在同类疗法呢治疗那个白日咳呢是有三个主要的疗剂。第一呢就是乌头 ,Aconite。第二呢就是 Hipposol, 是硫化钙。第三呢就是 Spongia。可以说呢在这三隻疗剂之下呢 ,89% 的
白日咳嗰、那个即嗰啲问题咧，都可以解决得到噶啦。好啦，我哋点样拣呢、這个Spongia 啊，嗰、那个海绵喺呢个白日咳咧？嗱、啊，海绵一个重要嘅症状咧，就系好干嘅，好干嘅。咁所以咧，当你遇到白日咳咧，佢嗰个症状咧系又干啦，干嘅。嘅鏟鏟嘅咳咧，係好深嘅，係有啲回音嗰種咁樣嘅咳。咁佢有一種形容咧，叫做 foghorn cough， 即係嗰啲號角嚇，號角嘅咳。咁呢種呢個號角咳咧，即係喺嗰啲行船啊，遇到啲大霧咧，咁佢哋會吹呢啲號角。咁即係大家知道，大家船咧就唔好撞到嚇。咁呢叫做 foghorn cough， 然後號角嘅咳，你大家可以想象到啦。啊，嗰種聲音咧係乾乾嘅聲音，乾嘅聲音好響嘅，但去到嬲尾咧就會尖一尖一尖咁樣嘅收尾嘅。啊，呢種咁樣嘅乾嘅即係我哋叫做有種犬有種肺嘅咳。啊，咁同埋有啲回音嗰種咁樣嘅咳，啊，即係嗰種號角咁樣嘅回響嗰種咁樣嘅咳嘅聲音。好啦，咁通常咧，佢會喺乾凍嘅天氣同埋大風咧會差嘅。咁出現喺啲慢性嗰啲支氣管炎啦，啊，或者哮喘嗰方面呢方面嗰個情況啦，啊。好啦，咁記住咧，最緊要咧，你記住咧，當呢種嘅咳出現嘅時候咧，嗰個病者咧會咳到咧嚇乾咳，咳到咧係直情窒息啊！嗱，記住呢個咳到窒息嗰種，唞唔到氣呢種咁樣嘅啊，咳到嬲尾咧嗰個病者咧，可能夜晚或者小朋友半夜三更突然之間醒，搏命咳，咳到咧一定氣都唞唔到嘅嚇。咁呢種咁樣嘅窒息性嘅咳咧，吓就呢、這个嗰、那个 sponge 啊，吓嗰个海绵啊，用喺呢方面嘅遇到咳到夜晚咳醒咧，唞唔到气咧，除咗嗰、那个海绵咧，有其他譬如乌头都系咁样嘅啊，咁同埋咧乌头咧就夜晚咳醒咗之后咧，唞唔到气啦，就跟住有种好惊嘅，好似恐慌，因为好似觉得就系死啊嘛。咁另外一个疗剂就系南美蛇毒啦。南美蛇毒半夜醒咗，唞唔到气咧，嗰个原因咧就因为佢觉得个喉咙咧好似箍实咗吓，即系南美蛇毒都箍住嗰种咁样嘅夜晚窒醒嘅。咁所以咧，呼吸系统方面咧，除咗嗰、那个白日咳之外啦，咁海绵咧都可以用喺一啲嗰、那个咽喉炎吓，个 laryngitis 啊，因为咽喉炎咧系声音变咗，或者声音沙哑咗吓，变咗好沉、好沙哑嘅啊，咁或者咧直情冇晒声，失咗声吓，咳到失咗声，但喉咙又干啊，个嘴又干啊，嗰条脷又干吓，呢种咁嘅症型嘅。咁当然咧喺呢种情况嘅咳咧啊，佢就唔想操劳啦啊，如果你任何嘅操劳咧。就好可能咧，就直情有即系好似唞唔到气咁样啦，吓、啊。仲有一种咧，就啲、是、年纪大嘅人嘅慢性嘅支气管炎，吓、啊，都系咧就系、是、唔能够操劳啦，吓、啊，喐动得多咧就会咳到犀利啦，啊，咁就瞓平咗，同埋个头放低咧就会差嘅，咁所以咧佢哋咧就。即係好多時候咧，就要趌起身嚇，咁先至得啊，仲、啊、要坐起身，同埋咧就向前即係個彎個身啊，遇到呢啲咁嘅情況嚇，咁佢亦都覺得成個喉嚨咧好損嗰種嘅感覺啊，咁海綿咧都用喺一啲哮喘啊，其實乾性嘅哮喘啊嘅症狀啊，通常咧就係、是、呢種哮喘咧嗰、那個聲音咧。嗰種喘嘅聲音啦，好似把鋸嗰種咁嘅聲音，係種鋸嗰種咁樣嘅呼吸嘅喘聲嘅。咁另外用喺一啲咧係肺痨嚇，肺痨咧個肺咧就變咗弱，跟住咧就係聲音轉弱咗，同埋長期嘅乾呢種乾咳嘅。亦都有陣時候咧係用喺一啲慢性嘅嗰個喉嚨痛啦。咁尤其是咧當嗰個腺體咧。是胀起嚟嘅，好啦，咁呢个就系个呼吸系统嘅应用嘅地方啦。另外应用嘅地方咧，就系喺嗰个心脏嗰度吓，咁、
这个呢就通常是用在一些什么呢，是一种心脏肥大加埋哮喘，很多时候呢他这个心脏病的病人呢他就是呼吸很困难的。记住心脏病有很多的表达的方法的。在石棉的心脏病的症型那种表达呢就通常呢是呼吸有很辛苦。有病人呢是其实心脏肥大影响他的呼吸。呼吸到呢就即是唞不到气那种啦，面都红晒啦，那个呼吸都要好急促啦，好似唞不到底啖气那种咁嘅情况。咁而佢嘅感觉呢个心呢好似要爆咁啊，佢胀大好似越来越大越来越大，喺嗰个心脏嗰个发作嘅时候呢佢就个感觉心系变得越来越大嘅。但我知道另外一个同学疗剂呢系叫做 Cactus 啦 ,Cactus 嗰个大花仙人掌下。咁呢个嘅心脏嘅症状呢就系那个心脏呢好似被系捻住呢系越细。OK， 咁石棉咧嗰、那个亦都有个心脏被箍紧啦，呢、這个嗱同嗰个那个 cactus 咧大花仙人掌都有相似嘅吓，咁同埋咧就有一种刺啊压迫感啊。好似喺个心脏嗰度，咁但最紧要咧就系有埋咳吓，即系心脏病加上加上咳，咁都系嘅。个症状嘅起因咧都系因为咧系受干冻吓、干风。冻风影响，咁呢个同个乌头亦都系嘅，但乌头嚟得好快噶，当日就即刻发作噶啦。而嗰个石棉咧，好多时候咧，可能要过一两日之后先至出现嘅，比较慢少少咁样噶啦。好啦，咁、那个最紧要嘅症状咧，那个病人咧，佢哋觉得自己好似唞唔到气，好惊好惊吓，因为佢觉得咧系直情唞唔到气吓。咁记住呢种嘅情况咧，大家谂住咧免呢个疗剂。好啦。咁另外应用嘅地方呢就係嗰、那个就係所讲甲状腺啦，尤其是典型嘅大颈泡嗰、那个突眼突大颈呢种好典型嘅甲状腺呢，可以大家可以考虑呢个简单嘅疗剂。好啦，咁另外第四个大嘅应用范围呢就係、是、高丸啦，好多时候呢係高丸呢係肥大咗。咁变咗呢个高丸变得好硬啊，好肿啊，结节啊，咁同埋有一种压迫嘅痛啊，或者会有人捻住嗰个高丸嗰种痛，咁有阵时呢系可能好尖痛都有嘅。咁高丸当然胀大咗呢系好呢度好痛㗎。咁嗱喺同学疗法呢用喺高丸呢个嘅症状呢嘅疗剂呢，除咗嗰、那个 Spongia 呢，另外一个都常用呢就 Clematis 啦 ,Clematis, C-L-E-M-A-T-I-S, 呢个叫做嗰、那个藤状嘅铁线链。这个呢是右边的，这个是高丸的问题，倾向于右边的。如果高丸是左边呢，我就会考虑另外一个呢就是那个侧拍 ,Suya。咁除此之外呢仲有 Aurum 啦、黄金啦，同埋那个白头翁和 Pulsatilla 呢都是好常用在高丸的问题的啦。咁 Pulsatilla 呢通常用在一啲高丸肥大呢，就因为呢是出现生炸腮啦。生炸腮之后呢就嗰个高丸那个炸腮那个症状呢，病毒呢就转移咗去高丸，令到出现高丸嘅胀大嘅啲后遗症。咁呢个呢都系我同佢疗法呢，系要睇嗰个每一个症状呢嘅多方面嘅因素嘅起因啦，同埋部位啊，佢个感受啊，同埋有啲咩情况令佢更加好，更加唔舒服啊，咁呢啲喺个同学疗法里面呢，大家记住呢係要一定要留意下呢方面嘅资料，咁你先可以选择到一个准确啲精准嘅疗剂呢，咁就先至会攞到个好好嘅效果嘅。袁医生头先介绍咗嘅同类疗剂，觉得啱唔啱你自己用呢？是不是就是你的灵丹妙药啊？需要的话，有关同类疗法疗剂可以在铜锣湾渣甸街富盛商业大厦二楼大康自然健康中心和六创意健康店买得到。查询电话是25773798或者2882448，大家亦都可以在网上订购，网址是 online.healthshop.com.hk online.com.hk
healthshop.com.hk 嘅。好啦，今次节目嚟到呢度，下次再见，拜拜。